富宁耶坎生涯新高32分。美联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魔术今天在富尼耶 Evan Fournier 单场飙进六记三分弹，攻下生涯新高32分的带领下击败灰狼，不仅终结球队七连败，同时也斩断灰狼五连胜。富尼耶赛后受访时说，当我们带着热情和目标打球会很不一样。魔术本季开高走低，不仅饱受伤兵困扰，甚至一度先发五人仅剩一人健在，球队气势也随之跌落谷底。富尼耶说，老实说，对于剩下的赛季，目标只剩下打出更好的篮球，这样我们的感觉好，对未来期望也比较高。你可以输掉比赛，虽然你会很失望，但如果你全力以赴，那些失败是可以接受的，只是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情况。富尼耶认为，带着热情及目标打球，球队会有很大的改变，因此必须坚持接下来的40场比赛，尽全力拼战。本场缴出18分、6篮板、6助攻，表现不逊色的替补控卫奥古斯丁 D.J.Augustine 说，赢球的感觉很好，这是我们一直等、一直寻找、一直努力的东西。魔术目前战绩13胜31败，排名东部倒数第二。